香港同埋澳门居民星期五起可以互相使用二维码经自助通道过关，穿梭两地。港澳两地多个部门合作推出港澳通关互用二维码。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就话，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应用程式的二维码，使用澳门的自助通道设施过关。而澳门居民就可以利用一互通应用程式的通关码，使用香港医道自助办理出入境手续，无需出示实体的身份证。